沈阿姨，我是韩青，我今天要外出，多多能不能放您那儿啊？哦，可以啊，谢谢了，那我一会儿给您送过来，再见。韩青，丽丽，你这是？我来面试。面试？嗯。哦，夏风他。夏风他不在这儿工作了，我知道的。嗯，听说你们这儿招助理，我就来了。助理？嗯，没听说谁要招助理啊。秦总，那个 Andrew。不可能，这个职位不对外开放的，一向都是 JC 传媒系统内招的。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，反正我被通知过来面试的。谁通知你过来的？你空？嗯。约的9:36，时间快到了，我该上去了。哦，我带您过去吧。这边。哎，丽丽，我今天没穿的不合适吧？还凑合吧。你不是挺会做衣服的吗？没给自己弄几身好的。哎，我都是给夏风做衣服，那他要跑广告，需要穿的好一点。我自己就省省吧。啊，那个就是 CEO 的办公室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祝你好运啊。哎。请进。您好，我叫韩青，我是来面试的。这是我的简历。谢谢。这套衣服不太好看，帮他换一套。好，请跟我来。哦，好。你的生日是6月18号。对。你知道618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黄金分割率是一个神圣的数字，是最能引起美感的比例。这个鹦鹉螺的每一个螺纹跟后一个螺纹的半径之比就是0.618:1。哦。你高考多少分？577。欧莱常数，听说过吗？这就是面试题啊，我的勾数都忘得差不多了。哎呦喂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。调和级数和自然对数的差值。对，欧莱常数的小数点头三位就是。就是577。嗯，好巧。你很神奇。进。Andrew， 定稿这里需要你签个字。谢谢。进。Andrew， 你要的表格。我的助理 Nicole 从明天开始就离开这里，你要尽快适应她的工作。嗯。你有英文名吗？没有，您给起一个吧。就叫 Amber 吧。好。我的助理并不仅仅是一个秘书。你的工作很多，而且繁琐，我要求你对时尚有专业的品味。现在没有不要紧，但是你要赶紧跟上。嗯。另外，你懂多少英文？我的英文是6级水平，听力和口语都还不错，一般交流没有问题，就是写作差一点。嗯。我每一天7:10准时上班。嗯。一到办公室，
你就要坐在这里，向我报告当天的日程。我不喜欢迟到，不喜欢粗心，不喜欢效率低，更不喜欢听人哭。所以无论有多大的委屈，别跟我抱怨。不开心，你可以辞职，我第二天就能找到下一个。你会经常出差，我的商务旅行你必须跟随。如果我电话找你，听到了第一声铃响，就要接通。不管当时你跟谁电话，马上挂掉。这些执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